这是饭店，没错。我回到2015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得回家，我得回家呀。杨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是哪儿啊？九王约你见面的地方啊，姐姐，你不会吃错药了吧？ 原本杨言告诉我你是不会来的，怎么，突然改变心意了？我是想不来呢，你问他呀，给我不来的选项了吗？我给的选择明明是一，你自己来；二，我背你来，你既然否定了一，我就默认选择二喽。我是想不来呢，你问他呀，给我不来的选项了吗？这家餐馆是我一个游历过欧罗巴的朋友开的，做的都是地道的欧罗巴菜，想必你是没吃过吧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没吃过。什么菲力牛排、西冷牛排，敢问哪个我没吃过？ <音>这里啊，确实挺浪漫的啊。这眼神，我如果稍作迷离一下，怕是九王就要亲上我了。不行，我要擦亮眼睛。 心和过去一样，尤其对你，从未变过。齐胜啊，齐胜，让你天天惦记别人媳妇儿，怎么样？现在自己的媳妇儿被别人惦记了吧？九王，你还是别看我了，咱们看灯吧。啊，鹏鹏，你确实变了，一点也不像儿时的你。 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不管是玩游戏，还是和别的小皇子打架，还是四处先生抽查背书，你总是偷偷暗地里帮我。只是因为我总把奶奶给我的麦芽糖偷偷塞给你。记得记得，我从小就爱吃糖嘛。因为成祖更喜欢三哥，便授意父皇立三哥为太子。 有朝一日登上皇位，成祖又那么喜欢你，又刻意为你和三哥制造机会，后来果真随了成祖的心愿，我和你越走越远了。可是我觉得齐胜对我没什么情意啊。三哥从小就得到太多，不懂得取舍，也不懂得珍惜。鹏鹏，你从小就向着我。 你的心意应该和以前一样，没有变吧？齐胜啊，虽然对我冷漠、刻薄了些，但我毕竟是太子妃嘛。我如果向着你，这是我冒失了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的心意是不会变的。